拥有米田堡血型的人会有较佳的呼吸代谢以及耐力，其中阿美族有88%，几乎是世界第一。但是我赫然才发现，原来精益求精是没有尽头的，我不过是在这条路上去寻找一个更好的自己。其实运动真的很难，头脑很简单是没办法成为专业的运动员。每周六晚间10点，泽清邀您一起深度看见台湾，认识南岛。